嗨，大家，我们等大家进来，再露出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直播开始之后，真的会有点紧张。嗨，大家好。刚才讲点话了。讲点话，你讲话。我不能再跪，我不能再靠，我不能靠楼梯。好啦好啦，露出我们的庐山真面目了。来，讲点，准备好了吗？我还是我拉好了。你拉，你拉，给你拉。好了，一、二、三。哎。耶！有非常遵守那个。防疫的规范哈，我们有这个防疫隔板，然后戴口罩。啊，距离应该是不行。哦，有隔板，有隔板。距离不行哦。好，那我们这样直播啊。OK 吗？你要往那边啊？这样吗？不要开玩笑，快点十秒钟，只有一个小时啊。什么？来，各位 Line TV 的那个 IG 的朋友们，大家好。Hello。我是宋文，哎，我是江点。江点，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先聊聊一下你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我在《爱的奥特》，我红一直讲错，哎，就是没关系。我第一天拍的时候，重讲。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是左右和这样啊，大家今天有看就会大概了解他个性这样，嗯，就是对我就不言而喻了这样。是这样用吗？我今天就从我尬到底了，okay, 我超尬。大家好，我是宋文，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的角色是 Step， 就是目前大家看完六集之后，可能还没有看到我的身影，但我之后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就会用一种很浮夸的方式出现，压倒性的，没有压倒性，压倒性就是。让大家又既舒服又不舒服的方式出现，应该这样讲没错吧？我那时候是没有很舒服，我觉得没有很舒服，我觉得没有很舒服啊。怎么样就不舒服吗？哎，江点，你聊一下你今天看完六集的感想好不好？今天看完六集吗？嗯，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毕竟在这部戏里面的。戏份真的蛮重的，非常重。然后就一路这样拍下来，然后也不太确定自己，表现如何，然后是不是真的跟大家期待的一样好这样，所以我就很紧张。但是看完，就是今天看完前面，然后又得到一些朋友的回馈，我就觉得怎么讲？感动，就开始有一些回忆浮现出来。你说当时在拍的时候，对啊，有些回忆浮现出来，因为就是像啊围棋那场，嗯，对，围棋那场，就因为那时候整个因为棋子很控制它的那个停地方，所以很常被跑掉，不然就棋子就乱跑，然后没有就很难联系这样。哦，对，所以我很担心，就是那时候剪出来，我可能，而且那时候已经很有点晚，有点精神状态在里面，然后要表现很嗨这样，哇！但事实就是成果应该是很满意的吧？因为我自己觉得很不错哎、欸。你自己觉得還是？对啊，就是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因为我们到现在都只有看到六集而已嘛。我觉得第一集到第六集就看这个剧会被你这个角色给吸引住，嗯、可能。某个层面是你很精准的诠释这个角色，因为你本身就会散发出一种会让别人笑什么啊？没有，好来，不要因为现在直播就没有。我跟你说，因为表演其实有时候真的，当然可以靠后天努力训练而来，但表演其实是蛮重天分的。嗯、然后我觉得。光是看你在扮演左右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就可以
很清楚的看出来你在选择的表演上其实蛮精准的，而且有时候那个精准其实是一种时间差、啊、或是一些动作或是眼神的选择，我都觉得你其实选的蛮准、嗯、而且不会拖拉的感觉，就很准啪啪啪这样。所以你今天自己看完的感觉，我觉得节奏算很刚好耶、欸、就是不会有任何让你闲下来等待的时候、嗯、然后每一集因为三分钟其实就要有一个破口、嗯、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会让你期待想要看下一集 的那个破口，我没听过这个，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每个、欸、不是那个防疫破口的破口是不是同一个破都叫破口吧，对，我觉得那个破口都处理的让别人眼睛会为之一亮，就是会想要期待再看下一集，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播六集真的有点微少，真的微少，微少，对不对？我就想继续看啊，我想继续看啊，因为每一节节奏都很快，然后对，我觉得结尾的选择都做得很快，嗯，可是它快又不会快到让你觉得好像那个知识量太多，就是快到好像事情没有交代清楚这样，不会，就是非常准的，节奏快，然后事情也很清楚，然后演员选择的表演也很精准。我觉得这个除了演员厉害之外，导演也真的是让我很仰慕，用仰慕这个词，对，仰慕，那蛮佩服哦，佩服啦，对，佩服，我仰慕吧，我觉得仰慕不是，哦，应该仰慕，对对，因为我觉得很顺，然后也让真的是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嗯，好，那我们就停顿10秒钟好了。好，给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没有啦，不行啊，直播不可以这样子。我等一下我看，我们接下来是要连线导演跟孟博哥、杰如，对镜头向网友打招呼。我们要自己连。这个怎么是要是不是要邀请他们？那我们在邀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跟朋友们聊一下。破口，想知道跟女主角合作感想，来。我吗？对啊，不然谁啊？哦，对，好像要出现合作感想。哦，就是一开始看到杰如的。杰如在其他荧幕形象会让我误以为，误以为什么？哎，正在讲，正在讲，你继续讲，快点，你先把它讲完。就是有朋友问说，跟女主角合作的感觉如何？嗯，有听到吗？他知道，他有看到留言。哦，这他哦 ，OK， 你继续讲吧。哦，就对不起。反正看到其他作品里面的荧幕形象，就会觉得杰如是很难亲近。不会啊，就觉得是一个这个可可爱爱的，就是少女形象这样。然后，但是一到那个就读本那天，我直接被他的气场吓到，不是吓到还是吓到？等一下讲清楚，吓到。可是我觉得吓到也没有不对啊，吓到了，对啊，我要被我引导了。当时觉得我没有那么敢去亲近他，有一点这样的。其实我对杰如也会有一点，网络，就是女神的感觉，女神是不太能随意就靠近的。所以我刚才问你会不会有一点点，我一定会啊，而且我就是一个。新人的姿态进自己，但你自己也有一个，你自己也会散发出一个气场，就是让别人觉得哇，这个新人很亮 的一种感觉。哎，孟博，嗨，孟博哥，嗨 ，Hello， 哥好，叫起来变。哎，我们这样四个人会不会很尴尬？还是我们把我们关掉，然后你们跟导演连线。我没有用过直播，这是我第一次直播，好像一个老人哦。
其实我也没有用过，其实我也没有用过，其实我也没有用过。哦，真的假的？杰如现在是当，我重新连 WiFi 了，应该好很多。哎、哦欸，那个杰如跟孟博哥，要不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今天大家看完前六集的感想。你还没有出现嘛？对不对？对，我还没。我今天看完，我就是趁那个上厕所的时候看，当然是大啊！嗨，哎，导演，嗨，导演，刚好听到孟博要讲，对，哎、欸，像杰如怎么那么累梗？真的吗？我换 WiFi 了，应该会好一些。有吗？好像好一点，好像好一点。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江点很厉害耶。你们很厉害。江点哦。啊！哦，叫谢谢孟博，那个敬畏之心还是在。江点为什么可以不要越把我越讲越老？我可怕。导演说什么？我说江点很像老人啊，就是非常的礼貌，一直鞠躬作揖的。我不知道，我一进职场那个职业，那职业的刻板印象。那你私底下是什么样？我私底下，我觉得我私底下比较大啦，应该每个人私底下都大啦。对了，对。但是一到一个新的那个工作场域之后，就开始战兢兢。会，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欸、我们先问一下杰如，你今天看完六集的感想是什么？我今天看完六集的感想，我觉得那个，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江点在自白的部分，就是因为他前面有点像说故事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江点诠释的真的蛮好的，很赞。哦，嗯，谢谢。然后声音表情也很好。对，声音表情很好，然后很适合当说书人，然后导演也剪接在一个让人很想要赶快看下去的地方，就是每一集接着每一集的断点都会让人很想要继续看下去，会上瘾。我觉得，嗯，导演，那导演怎么这一次会想要用竖屏的方式呈现？哦，就是。其实真的是就是纯粹要挑战啦，因为我想说台湾一直都没有直立式的这种剧，然后又觉得其实现在人的追剧真的有时候很没有耐心。我常听到朋友说他们看剧有时候还会用 1.5 倍啊或2倍，然后或者是直接跳，或者是直接看人家解说剧情到底是什么。那我说既然这么忙，那要不要我们就做一个给很忙的人看的剧。那因为有时候学生他们自己真的也没有什么空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能保有追剧的爽，但是又不会花你太多时间，那解决是什么？那可能就是短秒数，然后竖屏是因为他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是很方便的，就可以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不会一直要移来移去的。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只是一个尝试，但是后来就有点像不归路嘛，因为踩下去之后就觉得好难拍啊，就是因为镜头要很多啊。然后你们常会跑出去镜头外，对，其实摄影鸡蛋哥也常会跟我抱怨，就是下次还要再拍这个吗？对，会吗？导演，下次，我觉得如果大家的工作时间不会那么赶，然后还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我觉得当然还是很愿意尝试了，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简单，对，那所以导演这次怎么会选？毕竟除了韦恩跟孟博哥以外，其他都是新人，就是都这么敢。没有，因为我以前拍的演员其实都还蛮大牌的，就是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就很成熟，然后很专业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
一直会有新的一代出来，那我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其实我们用一样很精致的包装，可以把更多有潜力的人也都放在这个平台上，让大家觉得哇，我们台湾演员真的看起来很棒。那事实上成果上，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大家真的表现得蛮好，然后画面上也大家其实真的很帅很美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对，那我更正一下哦，只有我是新进演员，这样，其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也是新人，好不好？对不对？你们太谦虚了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一半嘛，因为像江典啊，还有那个第三集的葛盈萱嘛，就是姚婷这个角色，他也是新的参演嘛。然后陈乔好像对表演上也是比较新的，哦，就是夏普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刚好，哎，我们分成一半一半，也不是说全部都新人，可是就是刚好有这样子，其实可以互相引导。就像今天宋伟恩带江典嘛，我觉得这个画面其实还蛮不错的。好，哦，就看你们刚才一直聊破口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笑。对，导演，我们在尬聊。okay，所以今天伟恩是主持人嘛，哈。没有，我是特别讲啦，就是有问题就问的。对对对，像他刚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问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都照着那个仿纲上面问的，所以就直接讲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哦，就是这个也是就是可能赖 TV 请我们帮忙问导演为什么想要素评啊，然后为什么会聊，就是为你们。没问题，没问题，对。那你看，我就说我超级尬的啦。哦，很想问我一下。好，你问你问。哦，我有点执着那个下围棋。下围棋那场，就是当下拍的时候，你就是有点胆战心惊。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可能都胆战心惊，因为都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剪接的时候我都抱着很侥幸的心态，因为我都常常会觉得这一场应该剪不出来，因为那天都乱拍，结果剪完之后都觉得还好，就是大家都表现得还不错，所以事实上虽然我们拍的镜位很就是很快就决定好这个镜位就这个镜位就这个，但是剪出来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就代表你们平常排练是真的还蛮认真的。对，孟博你在干嘛？我在听你们讲话啊。哦，因为孟博他一直都没有参与到前面拍摄那一段啊。对对，蛮可惜的，他是蛮后面才加入的。对，跟大家都没有好好认识一下。那现在要不要开始？向杰如一直在吃什么东西？他吃他晚餐。哦，因为那个观众留言好好玩，还说看起来好好吃。你在吃什么？他是很累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网友提问的时间，各位网友们可以留言你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像孟博哥跟导演啊，杰如也都在现场。然后我们有办法回答的，我们就会回答。但原则上，我们都还是请导演回答好了。要丢球。孟博哥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有那个。可以不要叫我哥啊！你们都不叫导演哥，我才18岁耶。对，直接在下面提问。不是啊，我们因为孟博哥比较资深啊，所以我哪有资深啊？凶好啊，凶好了，凶好了。孟博兄，江典兄，孟博兄跟大家打个招呼，那个介绍一下自己。嗨，大家好，我是孟博，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Paul
一个很奇怪的销售员，有点贱贱的，有点俏皮的，想要卖东西给你们。但是今天好像还没看到你转圈呢、欸，还没。欸，但观众已经觉得他是奸商了。我刚才看留言说孟博是奸商，是孟博跟这些新生代演员的感想。哎，要不要回答一下这一题啊？可以啊，可以啊。虽然工作的时间没有很长，但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这是导演已经一直在强调。然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认真之余，每个人，你知道，就是会让我想起我第一次演戏的那种感觉，就是明明哦，那个情节其实有点荒谬，有点难以专心，但是还是用一种真心诚意在表演。我觉得那个很难得，就是很专注。有些时候演戏演久了，很难这样子专注。哎，我是不是有在那个啊？没有哎、欸，没有没有，我们在跟你讲话。OK。对对，这就很可惜了，没有真的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到再多一点，所以我也只能就那三天我的感想去分享，但是那三天。我又很常在里面都在演独角戏，就是没有在顾及别人的感受。嗯，对，所以就很难有一种，你知道吗？很难有一个，因为比较，我觉得年轻演员的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心诚意这件事情，就很难可以用真心跟你们交流，因为我就是一个奸诈的角色。对啊，大概是这样。对，所以你下戏的时候也是会继续维持那个奸诈的状态吗？下戏当然不会啊，下戏我也不会转圈圈。那孟博兄可以请教你问题吗？好、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拍那个开放网友问答这样，所以就是对你的感情生活有点好奇这样。其实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类型的？喜欢的类型，喜欢的类型，外形还是都可以啊，理想型啊，就理想型。理想型哦，嗯，我好像蛮喜欢照顾别人的。哦，就蛮喜欢被照顾的。那种互相照顾来照顾去的感觉。哦，对，你是喜欢被照顾，所以喜欢一个会照顾别人的。但我也不是说不会照顾别人，而是我喜欢，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喜欢一直照顾别人，然后那个人一直需要我照顾，我会觉得很烦。要平衡。对对对，我喜欢很可以一起生活的，然后。可以互相扶持的，可以互相打气的，互相讲缺点的。对啊，我喜欢讲话直接一点的。哦，哎，谢博安很可爱，他一直说，一直留言，然后他说他知道之类的。那把他叫上来啊！对对对，谢博安，他现在在北京的样子，我不知道他网络卡不卡。对。哦、oh, ，但他这一次是不是只能四个人？啊、oh, ，对对对，因为我是可以随时消失让上来的。我还说我也想被照顾，好好笑。哎，为什么我看不到？哎，是啊，那会不会我看到的是我这边的朋友， oh. 然后你们看到的是？有啊，我有看到他，他一直在。哦、oh, ，OK OK。哎，那应该是我网络太烂了。哦。哎，那个江点跟韦恩，你们问孟博，那你们自己呢？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自己先回答，自己不重要，我们有一定也很想看。我们不重要，我们自己不重要。你要回答快点，没有都没有问杰如。
杰如，为什么这两个主持人这么避重就轻？我等下我等下反问他们，我等下反问他们，我也有听过。那你先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哦，问我很无聊哎、欸，因为我好像每次回答都差不多啊。没有，就是差不多就代表你是真的回答嘛？那我觉得现在如果讲一个你现在这个年纪，因为。比如说你可能五年以前跟现在你搞不好你会不会喜欢的人的类型有改变了，还是你一直都喜欢同一种类型，对吧、啊、好像现在会一起可以生活然后可以沟通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因为现在交往 我现在如果要交往的话一定都是长久关系，那长久关系到最后一定就是会步入同生活嘛，就比较不伙伴玩伴性质，比如说看看或者是一起拿玩乐那种，而是可以扶持彼此，然后可以当彼此心灵的一个停靠站嘛。这样讲好奇怪，就是我蛮重视心灵交流的，就是我希望对方。可以是我的助威，就是你会比较希望真的也是、找到一个可以理解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理解你的一个伴侣。对啊，对，我希望的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跟我蛮像的，其他条件好像也没有特别，只是我觉得光要找到一个可以很同理理解你的人其实就还蛮难的。嗯嗯，因为每个人出生的所有生命背景啊、家庭环境、成长的那些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价值观其实真的会不会找到一个真的很像的人，所以都会还蛮希望可以被理解。包括像我们可能现在在这个环境从事这个工作，就会更希望可以被理解。对，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你不要避重就轻，换你讲了，快点，换讲点。不然，你先讲啊！我这样啊，不要讲，但是但可能那个数字就会掉下来。你快点，数字可能掉下来。快点讲，喜欢什么类型的？快，可以陪我一起冒险吧。哦，陪我一起冒险的，就是因为我就是射手座个性比较喜欢，到处往外跑。你是射手座？对啊。不可以，要这样撞一下。OK。哦，你们两个都射手，韦恩也是。对，我也射手。哦。对。但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水瓶了。你是上升水瓶吗？对。哦。我也是，我跟你一样。哦。难怪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两天这样直播下来，我觉得有一种调性蛮接近的感觉。什么怪怪的调性？对，可能算是，但我不太喜欢就是怪这个字，因为我觉得怪好像还有一点偏见在里面。没关系啊，我喜欢。你喜欢？那特别好了，你特别好。好，快点啊！好，我们进入下一题。刚刚有网友，等一下，导演要不要那个讲一下自己喜欢什么类型？我觉得你们刚才你们两个从头到尾没回答，你们为什么会直接把球丢给我？有啊，江点说他喜欢一起冒险。郑伟恩，那我不回答，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爆一个小料好了。我觉得我当我在拍向杰如跟江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看 monitor 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后面发型师或者是化妆师，因为那个画面实在太好看了。他们都一直说请原地结婚好不好，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脸或者是气质或者是各种状况，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拍戏其实就需要人有 CP 感嘛，那其实如果当你今天一个组合选到 CP 感是对的，那其实整个剧组在拍摄的时候就会很有那个气氛。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刚好你看向杰如，其实虽然他演是年纪超轻，可是他其实也有点老灵魂。他刚刚解释的他的喜欢的，其实也都是很内在的。然后其实江点是超级老灵魂，
所以姜典其实也是比较重视内在的，对，所以我刚才要，对啊，所以像小象你自己在拍的时候，你有觉得姜典是蛮像你想象的那种有气质的人吗？还是他蛮有气质的啊？我但我想要分享有一场是。不能爆雷，但是有一场我们的距离非常的近，就要注视着彼此，然后就在那一场的当下就真的觉得，因为那一场戏我情绪蛮重的，我需要感受到对方有对我很浓的情感，我会更能顺利的把我的情感投入进来，然后再到多的粉红泡泡从他的那个眼睛就这样啵啵啵啵啵过来，那一场好像你说 他的眼睛有泡泡，就是有爱吗？有爱吧，我觉得有爱。老实讲，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要么有没有被电到？他一定有爱啊，有爱。你不要讲那么客套，有没有被节目电到？啊，算了，不要勉强你，不要勉强，这太危险了。还好吧，但没。但我觉得我刚才已经透露一些什么。好，那伟恩下一题呢？但哦，刚有网友问说那个，想问大家就是比较喜欢被爱，还是爱别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刚孟博哥应该稍微有。回答到就是照顾别人跟被照顾。那导演你导演等一下，导演上一集还没回答哦。你说类型跟这一题，然后、哦、我们为了加速时间，我们就选一题回答好。我觉得如果是类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随着年纪不同，时间会改变。为什么我这次会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小时候的确。有曾经一度喜欢那种梦幻型的，就是那种全校可能最有名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所谓的校花型的，对。但是后来当越长大，就像我就觉得，所以我才会觉得你们非常特别，因为你们现在也才二十几岁，可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强调要心灵了。那可能我小时候是真的比较幼稚一点点，就是我的确是像故事里的左右和，是希望比较。会追求梦幻的女神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当然随着年纪大了，当然就跟大家也其实差不多啦，就当然是心灵上面的。然后你说照顾或被照顾，我觉得应该是互相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被爱跟爱只选择一边，是真的有点太可怜了，因为其实一点都不平衡啊，对啊，嗯。所以你们的韦恩，因为我觉得你很少回答问题、欸，我应该是一个喜欢付就是当仆人的类型哦，对啊，但仆人讲的很对啊，就这样啊，对啊，我喜欢被虐，没有喜欢被虐，孟博哥，哎，孟博希望你这个会歪掉哦。喜欢付出啦，但我觉得在付出的那个同时，当然就是希望当下另一半可以理解到我们有在付出这件事情。对，你呢？我有点飞走了。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下一题哦。太深了。那个导演，你觉得那个，哎，导演有写信跟别人告白过吗？不是，哎，姜典真的很没有礼貌。还没出社会，年轻人没有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脑。好，谢谢。好，所以你就像是在跟别人提案做简报，然后跟他告白，还是什么样的场合啊、
就是因为对方是真的是很难追的那一种，就是档次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为了要感动他，我必须把过去在一起的过程其实我都有偷偷拍下来，所以就是很怂的那种电影的过程啊，就是说你累积久了，然后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你过程中都有在注意之类的，对，然后可能就会浪漫的吧，对。那导演觉得这样会浪漫吗？就是很老掉牙，所以那个孟博哥呢，孟博你有什么浪漫的？浪漫的哦，我记得我有我自己人生第一张冲的自己洗出来自己冲的照片，那时候送给一个当时很仰慕的学姐，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很智障，因为那个照片是自己的脸，你自己冲自己的脸出来送给学姐，对，然后超大一张，巨大。多大？就是、照片内容是什么？就是我啊。哦，是你自己。然后我只会洗黑白的，所以就冲了一张黑白。那他有跟你讲什么吗？所以失败了。失败的，就是这个感觉，真的就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失败。所以你结论你会觉得就是。写信告白会很老派吗？我吗？对啊，我自己就是一个超爱写信的人，而且我还会写诗给对方，那种就是把可一起经历的那种点点滴滴，然后浓缩成一些很有爱意的东西，然后送给对方。哎，我才老派吧？不会，可是我蛮认同你的。你贵为校花的长相，你会这样做？会啊，我还会，就是我也是个蛮付出型的人呢，但是我也很享受被爱这件事情，就是蛮平衡的。我觉得一来一往这样子，我蛮开心的啦。而且你不觉得，其实文字里面会有一点力量，是可能比如说现在靠传讯息不会有。甚至有时候你可能面对面不敢讲的东西，你用文字下去会让你印象更深刻。对，那个手写的温度，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情感传递给对方。我自己收到卡片，我会买。嗯嗯，你呢？我吗？你就老写信吗？对，喜欢吗？我觉得写信才有温度啊，还是你就是拍电影？不是，因为打字就是每个人都一样，这样。打手，但是手写的那个笔记就是有它的温度在里面。那你会不会做影片告白？其实是不会，其实是不会。是我自己是有点，我喜欢录，我喜欢把我们的回忆录起来，但我会去剪。你不会去剪？我不会剪啊，我也不会做 PowerPoint 之类。哦，导演，这报告。他最近胆子是很大之类的。好，那我们要进入下一题哦。有网友问说，就是如果，因为很多人的感情其实都是建立在友情之上的，那如果大家不小心爱上自己的朋友，你会怎么办？哇，孟博兄，这不是很好吗？你不会怕就是，如果是告白失败的话，连朋友都做不成吗？哦，当然，你自己要选择啊，就看你想要跟他进展到什么样的状态咯。那你当然，你跟他是朋友，你多多少少也知道对方对你有没有意思吧。如果也有一点朋友以上，那就冲下去。但如果很明显对方对我没意思，那我当然会去思考，那他对我来说是不是
一个需要长久的友谊关系，还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冲一发？对，可是这很难分明啊，就是很难确定说他对自己的喜欢到底是朋友还是可以试探啊，你就是那偷偷试一下，偷偷试一下，怎么试啊？怎么试？各种试、啊。PowerPoint 啊？就哎哎、欸欸，你情人节要干嘛？好无聊、哦。我没 PowerPoint 吗？什么东西？为什么今天要一直被酸？哎、欸，你们防疫破口又来了。哦，对啊，酒精消毒液。试试看。王对我说：“孟博好成熟哦。”哎，下面还有那个英文翻译耶，好贴心哦。哦，真的吗？对啊。OK。Vicky 有写那个问题的英文翻译是什么？有。Vicky 930045。对 ，Vicky 赞哦。好，哎，我要回答问题是不是？我自己是觉得，好朋友变成情人，我应该也会蛮紧张的吧，就是很怕关系贬值之类的。因为好朋友感觉可以比较长久，但是情感这种东西，可能分手了就很难做朋友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什么都可以讲这样。嗯。那分手后还能做朋友吗？你不要在那边接歌歌名啦！哦，我就是想问。哎、欸，我不行哎、欸，我好像没办法。分手后不发，没办法，对不对？而且要顾及，如果有现任的话，现任通常都很在意吧？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比较自己个人比较没办法。导演分手。我看到谢伯安说他想要亲傅孟博的额头。哦，好，好，那个江典跟韦恩，你们的答案呢？我，你是佛系嘛？你先说佛系。爱上朋友嘛，就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如果跟哦，这也就是跟孟博讲的一样，孟博兄讲的一样，就是如果觉得有到有答以上的话，其实就可以攻一波这样。啊，如果没有的话，就看有没有一个适合的机缘，或者像是一个阶段吧，就是可能毕业前就冲一波这样，因为不告白应该会后悔，比较青春一点。有很多人都是在毕业之前前一阵子就先告白，反正失败也不会再见面，好消极。反正我自己觉得，我小时候啊，就可能是大学之前吧，就是属于那种我都不会讲，我绝对不会讲，因为我不想打坏原本的这个关系。可是慢慢的，好像接触到表演之后，开始越来越懂得如何表达，跟理解对方在表达什么东西之后，就会像孟博哥说的，会想冲了，就是讲白，就是会试探，不然以前小时候都不会，完全不会试探。爱那跟叫傅孟博主什么意思啊？我刚才也在看那个留言，对。好、啊，你说什么试探？我说你怎么试探？我说要问孟博哥啊，孟博哥刚好说啊，试探情人节怎么过啊？这样，可是，对啊，我的比较偏，欸、不然你就我知道了，你就直接叫住他说，哎、欸，我喜欢你，然后他太难了啦，他的反应怪怪的，你就说开玩笑的就好了。这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太直接了，太直接了，我会怕。不会，你就说开玩笑的嘛。好，
那我们要进入下最后一题了哦。这里有一个题目啦，你们的那个感情关系里面有经历过冷战吗？有。那导演没有？有啊有啊有。那你们冷战的时候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破冰？要看状况哎，如果是我的错的话，我会很主动的去找对方，想要和解和好这样子。怎么你会怎么去那个主动跟他和好？如果可以见面就见面啊，如果不能见面的话就打电话，可能也是他在意的事，就是让他知道我有知道他在意什么，然后去解释，去让他觉得可以过得这样子，然后再撒娇这样。撒娇吗？对啊，但如果是对方的错，我就会死不接电话。你现在有办法示范撒娇吗？哎，给自己防疫破口又来了，我自己挖洞给自己跳。那你示范一下撒娇好，我觉得这应该会撒娇。我撒娇有一招是问对方，你要不要吃干？你要不要吃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问对方要不要吃。但你这个这不是撒娇吧？是的，女生撒娇。对啊，对啊。什么？你会用那种叠字来撒娇吗？叠字哦，叠字的话有点尺哎，但我可以啊。叠字的话，我就变成这样。啊！好会，好会用 IG 啊！不要是什么嘛？不要气噗噗，不要生气嘛？对啊，叠字嘛，要叠字这样。不要生气啊！不要生气去噜，叫一个妈妈来亲亲一下。被完全抛开，我没有被撒娇到。我懂你为什么要用水果来表达。的确蛮羞耻的，超耻的。但只要变成橘子，知道我是谁。孟博兄呢？你怎么破冰？你也会撒娇吗？那我不会耶。你不会。就看，因为其实。哎，我不知道这种东西，你就是释出善意，或者是感受到对方释出善意，那情绪过了就可以开始讲开了。那如果只是一些小事情就算了。所以你也是个情绪尺度上比较大的人。比较蛮大的，但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像泄洪，就突然间会爆一下就没了这样。来得快去得快，就是憋尿憋尿，不会憋尿哎、欸，就一想尿就尿。不是，这是什么对谈的内容？我是比喻孟博兄。对啊，我也是比喻啊，就是尿啊，生气就生气出来，不要冷战。哦，所以你是不会憋尿的那种，直接像生理反应一样，让它自然的排泄而出，这样。哦、然后有时候都有点过度排泄。那你有那种不憋尿，但是却一次尿很多的那种情况过吗？应该都有，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你不知道你已经憋住太久了，然后就不小心就漏了。会不会憋太久，然后忘记要上厕所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这个生气的情绪忍太久，就忘记要生气了。欸、可是这个真的是跟生理有关的哦。你再怎么憋，你忘记了，但到最后还是会爆掉，一定会有爆掉的一天，绝对。哦，会反应。这题我蛮想问导演的，因为导演感觉起来就是一个可能没有尿的那种个性，就比喻啊，就是、屁呀、啊，看起来就在憋尿，好不好？我刚刚。刚刚在听孟博的时候，我听得很专心，因为我就发现，哎，有某部分很像，因为
可能我们俩都金牛座，所以因为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星座，它其实是看起来很温和无伤，可是它其实累积久了，就像孟博说的那个会泄洪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刚刚很专心的听他回答，我觉得他已经帮我回答差不多，对。那韦恩跟你们双射手座，你们是怎么解决？我超憋的，就是，我觉得我还蛮两极的，就是好像平常都可以好好的，但是当我一憋不住的时候，就会很多。我们现在是在讲憋尿，还是在讲？我知道啦，比喻啦，比喻啦。哦，比喻。对，我其实我很少生气耶，我以前会被别人说是好好生气，然后别人看到我生气就会说，不是，别人就会问我说，你生气了，就是，江点你生气了，那时候我就会暴气。哦。因为你 always 就会有一种怎么样我，就是你没看过我生气吗？你不知道我生气吗？对，他挑战我，他觉得我不会生气，我做那种理解，那我就卸我。这真的是可以卸给他看的，谢谢。那江点，我可以补充问一个问题吗？你有生气过最严重的是什么？如果是我讲了，可能不是，可能是对同学之间有没有生气过最夸张的一次或什么？别人乱动我东西。什么、啊？那你是真的会骂出来的？因为你看起来超温和的，所以我只是很好奇你的气是怎么宣泄的。对，我不会骂我从来没有骂过人，从来没有骂过人，就跟佑格一样，就善良温柔一点。对，哇，所以就是表里一致就对了。但我好像听过你骂 shit。这个不算骂了，这个啊，我说，可是我有听过江点在，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他有说 "Oh shit" 这样。可是他没有骂人啊，他是好像自我在抱怨。我有听过他骂一声脏话的那一声，可是我知道他好像是口头禅，他自己在自责自己之类的，对。对，我应该是对自己生气这样。哦，有网友说我也听过，好好笑。哈哈我有这么长讲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注音猜字王的阶段喽。好，那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来玩游戏了，这么突然，跟大家示范，然后等一下会请你们。我们要等一下请两位主持人会拿题目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答题数最少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所以一定要努力的玩。那我们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这示范题目。先谁讲话？我们自己看吧。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叫做？我看到小葛了、那我们要不要把小葛或谢伯安抓一个上来？我先退出一下。因为我可以看你们玩，欣赏你们一下。好，那谢伯安，你要上来吗？你留个话好吗？可以吗？你就叫他上来啊，叫他认识我。那可是因为我无法邀请他，必须自己那个小葛 ready 上来吗？好像是这边吗？那可以吗？还有，小葛不行，小葛不可爱。好，那谢伯安再来留言一下，我们先玩游戏好，不要打断游戏。谢伯安，如果你可以上来 ready 了，告诉我一下。好，那我们先玩。但是，等一下，但是你那个字是反过来的，叫做还是念给大家听。好，念。那我们就会反过来给大家看，然后说 I the outer 勒斯，然后大家就要抢答猜。这个已经猜到了、啊，那这是示范，这示范。哦，那我们抢答的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你们彼此抢答要举手吗？还是什么？对，要嘟嘴。啊？要嘟嘴靠近镜头。所以你们两个不玩是不是？要是你们输了，我们就看不到嘴了。对啊，我们没有题目啊。哦。哦、oh, ，
所以你们对。哎，谢博安可以，我让他来嘟嘴好了，我先下线哦。好，那好，OK，好，让谢博安下来。那我们各位在看直播的朋友们，等一下博安上来。主持人乱定规则，被他们发现了，乱更改游戏规则。你好黑哦，你怎么那么黑？有吗？博安，嗨。博安，你刚有听到我们的游戏规则吗？有，反正就是嘟嘴，然后猜那个注音嘛，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游戏进行之前，我们两分钟让你跟大家说说话，然后介绍一下你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饰演的角色。你说我吗？对，请开始。大家好，我叫谢博安，然后呢，我今年23岁，身高174公分，体重69公斤。我在《爱的奥特莱斯》里面，我饰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然后是那个左右河的学长，然后裤子很紧，谢谢大家。感谢你的自我介绍，很 detail。好，那我们要开始玩游戏喽。好，第一题，你要翻吗？是要翻，你要翻，你翻一下，我要讲。第一题，乐师。老师，要抢答。老师抢答。等一下，博安先，博安，你太暗了啦！你这样有嘟还没嘟啊？谢博安，你这样。有啊，嘟啊。你太暗了，我没看到。那杰如，你有嘟吗？哎，我有抢答。他举手，他刚刚举手。不行，要嘟嘴才能抢答。嘟了，等一下，真的太亮了。博安这样是没有嘟的。哦，好，那我们来哦，3、2、1，请抢答。好啊，没人嘟啊，算了，不要玩了。有啦，梦嘟了。嘟啦。哦，有嘟的，好，谁入回答？老师。谁？老师。不对。3、2、1，请抢答。这什么啊？然后下面的两个男的，就是什么嘟嘴就对了。劳斯哦。答案是，好，那我们公布答案，答案是鲁蛇。什么啊？什么鬼？这太烂了。嘟个嘴，给网友截图一下嘛。其实我刚刚嘟嘴在亲孟博哥的这个额头，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好吗？你不要吵。这个你们想要改答案就可以改答案啊。欸，这蛮难的，其实说真的。哦，对。老实说。可以搭配。好啊，默默哥。默默哥，不要生气了。等一下有一只虫，等一下。抓什么虫啊？OK 了吗？现在好好上班，好好上班。好，来。来第二题。一二三，斯诺德西。好，准备，请。好，你举手就好，请抢答。哎，这个什么斯呢？德西啊，好难哦！孟博兄，这个答案哦，提示是在剧本里面的。剧本里面的，跟剧里面有关。我知道了，下面都有答案的。你说，是你的心？不是，哎，我怎么猜这个？是的，是啊。剧里面的一个地方，圣南大学哦。对。可是圣南大学好刺激哦。会是诗呢吗？对啊，诗呢，诗呢德西。哦，我刚刚都在讲诗了德西，我想说失恋怎么样？
没事，没关系。好，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有下一题。好，下一题。小编要帮我记分数哦。还有，还有。下面有人说熟女的心。熟女的心，我觉得蛮好。我想要忍住。